然后我烤鸭，我需要个像塞东西解压。我一个人能吃一个，我也可以，我真的可以，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吃两个，我可以直接吃肉。对，是的。哥，你最近有练吗？练什么？健身呢、啊嗯？有，我昨天练。你还有时间呢？啊？估计你一个月没有去健身吧？哪有？我都说你昨天到，你又不给我说啊？你呀、啊？你没有时间吗？刚不是才问了你，你还说你没有时间，但都太累。你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怎么过的吗？就是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一天。啊、想去健身房一起来过后，就已经下午4点钟了。拉面对身体不好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但是好好吃啊。我刚点完他来说是拉面对身体不好。你什么都吃，你天天在宿舍煮屎呢？你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比较健康。他煮什么来着？煮那个什么螺蛳粉，螺蛳粉，对对对，这不是屎，但是你队友以为你在煮啊。螺蛳粉就电视旁边那个，我知道，就特别臭嘛，有一点嘛，但其实还行。来吧，我们来碰个杯吧，碰杯吧。啊，不要闹啊！他没睡，他失眠怎么办？哦，昨天没睡啊。你跟我尿啊，我跟你尿啊。我操，我尿憋我那个太牛了。我听不懂 man 的，他一到深圳就这样可爱。来吧，欢迎我们。来，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、新同学。好，欢迎我们新成员，来吧，来，欢迎，欢迎，耶！干杯，加油加油！你要干杯吗？干杯！啊 man！ 新来的两个要一口闷是吧？好不容易回上工作，何必为难自己？ Okay.对吧？还有呸！坏人，坏人，我听，坏人，坏人，坏人 ，bad guy，bad guy，No, I'm not. What's good man？ 啊，给你啦。好人，好人，好人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一想到。But I hate. 他跟我是一个团的，就我俩的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老说，老说。You know why？ 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不要弄，你们说顺一点。You know why？ 你聊吧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周星哲在教你们怎么虐菜。来，我怕你口条飞出来。高级管理。周星哲老师那一脸从容。Thank you， 不讲完了，没意思。输了还赢了？赢了，赢了三次。I'm not practicing Korean. Okay. What is going on? Neymar, Scott. 好猛啊！现在转向了。Neymar scores. Oh, there goes Neymar. 你乱了啊！什么叫光屁股的不怕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是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，光屁股的不怕不光脚烫脚的。好吃今天，但是有那个一点点。哦，还有烤鸭哦，还有烤鸭。你看我选的位置。哇！你看我昨天一份不够吃啊。
刚刚俊辉说烤鸭我都没好选好位置吃好菜，我说肯定是选好菜吃好坐好位置。但真的其实三秒可能比我们都痛苦参加这个节目。对，他现在好多了。现在好多。他前两期都不太说话。你想一下，我们说话他也说不了，我们说什么他也听不懂。啊，对啊，我们这样说不一样。对，而且他还要配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全部笑成这样的时候，他讲。哎，对啊。给他解释一下嘛，别人听不懂嘛。三妹，好吃不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多吃点。嗯，跟你说话了。说话，说话。哎，不想赢。不想赢。多吃点。Eat more. Eat more? Yes. Get another bowl. 多吃点菜。哦，你想吃点菜。你想 eat more vegetables. 啊，不能那么小孩子。多吃点菜。三妹，三妹。你这个口气真的像吗？过来坐下，来过来啊！多吃点菜，多吃点菜啊！我听完了，喂，不行，你别给他反应。但你们想一下，不想理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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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去一个地儿，不想理你。